在201的主席台上面的椅子嘛，然后徐小青过来就护住椅子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椅子既然是我坐的，你手就走开，大家一人一张椅子。然后呢，王宏威，因为我要拨徐小青的时候，王宏威就过来打我巴掌，然后打下去就顺便从我脸刮下去，耳环都被打掉了。我的耳环本来掉在椅子上，是某一位女记者看到捡给我的。你看这个暴力有多大？是有流血的状况。有啊，你看啊，都流血啦。然后他打伤我，他居然还是我自己抠的，完全就是一个暴力。椅子我先坐到的，我要去医院验伤啦。对。